这边应该叫你啥话哈？总统选耍哈，你谢长廷应该叫，因为你十八头选拢无去啊嘛。是这大家拢足困了哈，叫我立委在拍摄，我唔是立委啊，叫我上位啊，上位嘛唔是啊。上位。啊，但是即马有人叫我前副总统啊，啊，迄定是民进党的啦。啊，那国民党拢叫我前副总统候选人。啊，那新党的呢，拢讲前副总统落选人。啊，所以到底是安怎？应该叫啥？即马应该叫你啥物？我即马去找到一个职业。就是专栏作家，所以就来叫你作家谢长廷先生，安得对吧？啊，作家作家，作家作家。各位，我所敬爱的幸福国小的小朋友，大家早安。啊，你还在起笑呢？啊，我你在起笑呢？我哪里？我那边是演讲啊。演讲哦。哎呀，那个母子会，好听讲叫我去演讲，我管他叫什么。来，演讲我教你。你安尼讲唔对啦，我教你来。安尼袂使哦。来来，李老师来，掌声响我。你注意看哦，表演我你看哦。各位，咱台湾国的主人，拍破啊一个。大家阿妈，大家好。你讲一罐，我咧食都无够。无啊，这哦，硬讲我实在是哦。正港有一个咱的这個，我刚刚头前个人大刀，咱谢长廷才是正港。哦，我知啊，迄个小弟叔第一名嘴，安尼好，我来厝看，我好好学习，好好学习。对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我咧学迄个谢长廷啦吼，安尼敢不像？不行啦，不行。啊，我有一个哦，难叫啦吼，难叫。各位咱台湾的主人，台湾国台湾叫，我就是台湾人的查某囝陈强。安尼有像？那是观众两万人听了就较像，啊！伫个即个六七个人咧看哦，敢那起笑呀！啊不，不过是咱这视频就视频就伊就讲，啊，伊讲哦，你会当我啊，你会当我孤单，不，你袂当我孤单，会当我寂寞。一个人有偌济25年，啊，就讲完的，讲完的来，小姐，然后跟阿舅子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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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所以有人演讲较溜，啊，有人像红基昌，红基昌演讲伊就是，好啊，差不多两三百字安尼，一口气讲完。对啦，啊，就大家嘿嘿叫，啊，无人听讲伊在讲啥话啊。啊，佫有一个人，佫有一个人，我会记，佫有一个即个屏东的即个新议员，伊讲，李雷到男子汉，安尼就当算啦。在迄个时代吼，即个演讲我感觉有一寡感染力啦，然后比如讲江铃祥的演讲、洪基昌的演讲、苏贞昌演讲，即摆嘛很有感染力啦。吼、喔，这个记者咧，一个啦。苏贞昌大家真实在，就是讲，伊是真霸气，霸气伊的样子吼、喔，有真霸气，爱就讲你看，这个台湾人哪要出头？吼、喔，台湾咩？啪！台湾头，我听个，伊较真激动个吼，啊，拢会问观众啦，有够强无？有够勇啊无？啊，变成有啊有啊！但是迄个要有迄个情境，即演讲我是感觉讲，主要是你内在有迄个精神力量，有迄个信仰，然后爆发出来变作语言，迄个演讲上好。啊，但是呢，为巩固啊，变作讲哦，变作嘴皮的，我想其实没有感染力。不过我看恁咧选总统时，我看到裴明敏哦，裴明大家来讲，我的历史就是台湾历史的缩影，我35年。啊，你家己咧观察伊，你也咪对伊遮久咧？啊，你观察伊是安怎？我看伊是一个学者哈，所以皮教授这边演讲又创作一个甲过去党外民进党无同款的风格啦。啊，伊当伊毋是伊个真煽情，皮教授毋是真。一个群众哦，啊，煽动一波啦，啊，所以伊刚刚咧讲课安尼哈，讲课啊，对，拄只渔夫安尼，
有较像啦，声有像少年啦。无啦，你学一段啦。袂啦，比较是袂啦，因为伊若咧演讲，我拢在全神贯注，心唔敢旁入去，个想要甲学。啊，若苏清忠，阮咧共背吼，阮咧共背。即演讲真少个啦，你演讲你要看啥物人咧演讲，爱一字多。譬如讲洪基忠咧演讲，你都唔好坐伫个正边，用一手拢来，动，确定阿只酸啊咧。哦，又读掉。啊，康明雄较早咧演讲拢用记个。我请问你，我请问你，国民党的票是不是你一票一票投伊的？我诶，等佮行少看下才一票，一票。有啊，伊个我记伊拢啥？啊，这里啊，那阿扁也是，阿扁也是拢来扑咧，扑咧。所以你都要坐靠后边。啊，有诶，听讲我手臂压力足大呢。有咧听讲，你头前手咧臂你嘛有压力，有诶就斜对后边来。啊！其实后边拄着朱国强，你都害朱国强，你演讲拢倒向呀，四十五度，没有，伊拢倒向呀，后边也是对的。所以拢爱晓闪的对。哦，你这徛台徛过徛多啊，吼，所以你拢知影每一个人的特色。他们知影倒一个嘴嘛，配倒一边。不过你的演讲是跟人较无同款啦，哦，比如谈到你咧讲，你讲到这个，尤其你讲到这个康宁祥先，康宁祥是讲今仔日的风尽头无，伊讲今仔日的。今仔日的风为咱，啊，为咱吹；今仔日雨为咱落，吼，今仔风尽头，头家会面臭臭。对啦，伊都刮袂出来。我你的演讲是甲较无同款，就是讲你是算较幽默型的，其实要学你非常的困难啊。有人讲，有的人想要学你的讲法嘛，但是学袂起来，因为你我常常看到你咧甲一个候选人吼，正经杀来吼，啊，你起来就会当改变甲足好。你这是安怎训练出来这個？技巧，我的演讲较属于对话还是辩论式的，所以我拢因为我感觉这演讲还有立体化，所以我拢是个，比如用别人的话啦，还是模拟一个情境，来讲话对话哈，比如讲讲交通牌哈，或者讲啊，这个过去有一个人去美国，当有一个大陆的人，啊，甲问讲，哎，恁大陆外快，伊讲有啊，对松江省塞个吉林省哈，爱塞。一点钟久就吼吼，啊，咱在台湾即个讲，阮上江路甲吉林路吼，塞两点钟久个，比你较快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模拟。你讲阿扁也歹话，交通无好。迄较早啦，较早，较早，较早，黄大洲时代。所以啊，所以咧，就是模拟这样的一个情景，啊，可以做突出个，因为我的音量，比如讲康雄也即音量肺活量哦。足大话啦，啊！伊声音阁骚声，声带歹去款啦，啊！即讲话变真有使命感，啊！但是你若是，比如像讲我声较薄，啊！我用即款迄个对话机制的，我感觉讲话较袂遐忝，因为我一天讲足侪场的，啊！迄款真使命感的吼，像讲安尼拄只你伫学迄款的吼，迄款我总是感觉讲若一场。大场诶，即足好诶，有感觉能力。但侬一讲三场拢安尼吼，变说无啥真诚去，三场拢流目屎嘛，怪怪诶吼。所以，即就是讲爱看迄个情景。比如讲，你真难得一场诶，啥物哦，啥物落选感谢会哈，还是讲啥物惜别会，啊人足侪，啊你自然，比如讲内在有迄个精神力量，啊转化为语言。啊，我是较机智型、辩论型。我看尾啊，甲这个李鸿禧教授哈，啊，这李鸿禧教授伊是，我那算讲真明嘴，伊的讲法吼，我那较趣味啊。比如国民党食糖食铁，有毛食甲脏水，无毛食甲清水啊，你啊。你的演讲术哈，算讲讲起来嘛是算较幽默的这些安尼。啊，你用安尼的这个幽默的这个演讲术来凸显的时阵，有一个笑话的，肯定也要听你讲，就是讲我常常哦。比如讲，有一间在帮李鸿禧教授，我听讲啊，李教授，我看你足可怜，拢一直摆身摆到尾啊，拢上台去，大家拢要叫压轴，对对对，哦，啊压轴拢压到人都走了，你家要这样红红啊这，啊你家己讲这摆身的这个经验，有啊，不过要请你讲先哦，咱成名就不要得着，我谈到话这多。假作家，你这个以前啊，你是你咧练这个头脑体操的，练体操的时阵，啊，你今麦拢无咧做体操，拢做头脑体操啊？对，较早是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啦，啊，今麦是四肢发达，头脑复杂。无你不要，我那台加入这個台大健研社嘛，所以你演讲出是不是安尼，从安尼训练出来？
有影响啦，有影响。就是一般你看这个新党哈，甲民进党演讲就比较无啥同款，就是这个民进党以前有这个白色恐怖的这个阴影嘛哈。啊，所以一般人是可能常常在听哈，啊边吼卖啥物建国药酒啦、独立猪脚啦哈，啊你讲伊的，伊即马在底下食伊的建国药酒底下听，啊新党就较激动，新党就。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啊，你加油，加油！安尼，啊，你那边，你的感觉就是讲，整个台湾这个演讲场的这个啊文化是安怎？演讲甲电影同款啦，哈，可能初期就是社教片，哈，行动，迄部那是战争片了呢，啊，但是民进党吼，这个社会哈，跟慢慢爱看卡通片，像伊芙丽的漫画。小罗应该也较好才对啦，你等于讲你这个文艺片、爱情片哈，啊是讲侦探片，啊，这个一个时代还是同一个时代嘛，无同款的人爱看无同款的物件，要行动伊有迄个族群的悲情动员方式，所以你迄行动过去的演讲场，我拍起来看呢，点点啊呢，哦，啊光线乌乌。是看到你是在点点的歌，没有嘞，刚刚，还有一个悲情的也也有啦。啊，这你即摆这整个这台湾安尼行，其实你对整个这個反对文化跟东华文化，你都一定是熟悉的啦。那么你咧看一寡这老前辈哈，我唔知道你的感觉是安怎哈？比如讲吴信改，你的感觉是安怎？伊有一个领袖的特质啦。其实吼，因为伊个时代哈，伊个时代就代表讲工会较免负什么责任，会当凊彩讲。啊，但迄个时代大家听的话啦，吼，感觉即句话听大家拢知，啊，即句话是客气的，啊，讲啊，这英明啦、领袖啦，什么，大家知这是假安尼啦。但你若往这另外一个时代甲看，我太安尼哈，都袂当接受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伊有这真侪优点，就是讲伊真慷慨哈，啊，较包容啦，啊，人好哈，真传统的。哎呀，台湾民间的迄款老大，迄款型。但是我最近看这个，我想想的这个人呢，最近真出名了哈。啊，伊就特别就提到你，就是讲伊过去伫立法院的时阵，伊认为讲啊，偏偏做党团书记长的时阵呐哈，那么伊是这个洪委员包本嘛。那么伊讲伊含单嘴比呢，较好沟通，但是伊评论你是认为你较干杂，吼，啊是安怎还安尼甲你讲？这廖委员胡本哦，我即马讲是这个人。伊有较吃亏啦，就是讲我在做干事长迄段时间吼，啊，伊事后感觉真吃亏啊。实际上我在做的时候，伊拢特尴尬学了呢。安怎？伊拢感觉讲哦，社会员上好斗阵，啊，对伊上尊重，哦，提案啊，拢先互签安尼啦。啊，但是尾啊，结束了，伊发现讲伊做的拢是吃亏的，吼，啊，就不叫抱怨啦，咁，你感觉形容伊这个人，因为我想即卖大家人对伊这个人做兴趣，主要是交手过啊，真就知道。伊是我迄落红委员包本，免得叫伊吼，廖委员包本，就是红委员包。就是讲，伊做干事长，伊做书记长，我做干事长的时阵，迄阵啊嘛是电视请你来问我，讲叫我评价，啊，我转大家讲讲，伊是上有代表性的书记长。我爱欢喜个，伊讲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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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后壁伊个一个助理甲踢啦，踢啦，一直甲你骂呢。啊实在我是也无一定在甲骂啦，真正伊是国民党的缩影啦，所以算有代表性嘛。对不对？你叫我比如李彦泽啊，啥物哦，有甲国民党无一定形象真合，所以我讲伊最算代表性欢喜个。啊，到尾伊要下令的时阵，就是讲我迄个书记长，我迄个干事长要下令的时阵，啊嘛是电视，啊伊搁一直徛伫边啊，啊人问我讲安尼对伊评价，我讲廖委员对民主贡献啦，吼，若无伊今日台湾民主会进步遮紧，我欢喜个，感谢感谢。啊，实在嘛是有影啦，若无伊，其实讲伊继续做，即个民进党较有可能执政啦，会较紧啦，在野党会较紧。但是我知影就是赵少康伫即个迄一年选市长的时阵吼，那么伊一定一块土地吼，一定交予你啊吼。那你这土地你安怎甲处理？我管吼即个玉成禅宗基金会，伫个顶年的六月初六管，啊伫顶年的八月初一。一定期完成，这土地已经变作玉成
残障福利基金会所有。不过迄块地到底有价值无？伊认为迄块地无价值，伊伫我节目内底嘛是安尼讲，迄块地无价值，讲你来，你客气就好啦。对啊，无价值伊要卖呢，无价值伊要搁招较侪朋友卖，啊，毋是咧陷害朋友。赶紧来，伊都已经这代志也过去啊吼，啊都伊也管出来，你即马甲一直甲讲有价值吼，我看。增加别人的痛苦啊！你好，增加别人的痛苦。啊，所以即马个话讲到，但是讲讲啊，你已经目前已经是参选完了啦，哈。那么你开始就从你十八个头衔拢用掉，这是跟你进做的关进做有关系上。无安尼去想啦，就是讲当然跟人生观有关系啦，人生观哈。唔是讲十八个头衔，比如讲我立委辞掉、常委辞掉、七委辞掉，什么诶政党协商委员都辞掉，我这拢辞掉啊，安尼一无所有哈。我唔是甲陈立安，唔是讲伊坐船坐到会空去安怎安尼，啊你嘛是定咧坐船啊？空唔是有啊，空就是空是万有的可能啦，对不对？我即马比如讲我即阵那是立委，啊就是立委啊咧。我即当唔是啊，我。我定当时来甲你拼一个主持人嘛，有可能对不对？啊，来在做作家，歹谈笑，歹谈。我看你定咧开来，你会甲我客气。啊，无恁有当看恁的样子，恁的主持人拢定来要选举，阮就往来拼主持人。所以讲，这个空就是反而是万有的可能性啦，哈。也变成各种可能都有啊，所以我嘛感觉袂歹啊。但是是较。我拄好讲个，就讲较袂惯势，就是讲，阮囝问我讲，老师在甲讲，讲恁爸爸的职业栏要写啥物安尼，我才发现讲，当然要写啥物，啊才去印一个专栏作家，我发现这个上好印安尼。啊，所以就变作家就对了啦。作家，本来我会当做律师啦，我讲毛律师的资格，但是我即马袂使做律师，因为我即马人来案件给我，我若要甲收费，大家拢讲引导规家口拢投我的。啊，你这么落算啊？了是不是？你比较开始有这坐船啊，什么空呢？你是不是惊这個当政者、当权者甲你报复？是不是？有无？这个我落算了，有真侪人问我讲有要立国务啦。我讲讲诶，这若要照日本式的吼，都要七百啊，搁要立国，对不对？日本证书拢爱七百呢，吼。无七八都已经感觉真袂见效啊咧吼，讲迄个课。啊，我讲若照中国式个吼，你也看，因过去你若甲当权者烧钱给人输吼，拢爱流浪街头，啊，街空街笑，哈，爱出国去。较早我就出国啦，较早就讲哦，饮酒啦，啊，街笑啦，啊，即个皇帝就感觉探听讲，迄个人即马咧变啥物，讲啊，迄个笑啊。放下去安尼，安尼则无杀心机的就对啦。啊，你起码是安那。我来嫁做主持人。你嘛，人后尾对杀抬到我遮来咯。我跟你无关。起码划清界限。啊，你开始要做的这文化的工作是啥？我是新文化基金会，我唔是咧做这款的啦。我咧做的主要是，要个是讲推动汉阳文化，就讲对咱的生活。啊，咱的一寡习惯，讲咱的讲话，来发现讲咱有海洋文化的特色啦。安怎讲？因为咱即阵，比如讲，你拄下在讲幽默，比如讲海洋是应该是足开放的，足幽默，像你有海洋文化的特色啦，比如漫画。我的渔夫啊，对啊，所以有海洋。但是咱受这个统治者是大陆文化，统治者本身是来自这黄土高原的黄土文化，所以咱的这个社会有冲突的，价值观也有冲突，比如妈祖。即去发扬，就会当将咱的这个文化特色主体性吼发挥出来。你讲妈祖是安怎？妈祖的这个跟这个海洋文化什么关系？妈祖就是对大陆渡海来台嘛吼，啊伊就是保庇讨海人，救苦救难，啊就和平，柔性，好像海洋的神呐，妈祖真正是海洋的神。啊，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妈祖就是海洋文化的。特点，所以你看平湖啦、四国海边，吼、哦，拢是拜妈祖嘛，拜妈祖。啊，你刚才讲了这个平湖，我会记你上早以前你这个啊，捌因为一个案啊，那么国民党开始要甲你掠的时阵啊，迄阵你从秘去平湖一个朋友的厝内底吼，你是不是有这个不要从政不被关的哲学？干么这个？迄阵啊，不是，迄阵啊是国民党白话算，吼、哦，因为七十八年的立委有在选举啊，啊，伊七十六年甲判罪，吼、哦，啊。当然提夺我的，提褫夺我的公权啊！但是我总感觉讲台湾人有一个宿命，就讲你若反抗，你就失去自由；啊，你若
要自由，你就袂使反抗，你就失去尊严。嗯，这是宿命，所以我感觉讲爱打破这个宿命，就讲、是、要爱反抗。哦，唔是讲哦，惊官啊，就无反抗。爱反抗，要有尊严，但是啊，要有自由。嗯，啊，所以就袂使有统治者讲，伊要关就要关。啊，那安尼哦，等于这个制约反应的作用，啊，拜就无人敢反抗。嗯，啊，所以该再减就对啦。啊，你迄阵你厝的人会感觉是安怎？你厝这个案件对我厝的人都有伤害啦。比如讲，伊说政府要甲我抓啊，八堂啊。八个要转咧厉害，都甲级流氓咧。嗯，哦，恁可能无经验诶，就拍八堂啊入去。啊，像讲阮我诶查某囝，伊本来是伫内底咧读书啊。啊，我听到这人要爬起来，我看到是这个吉迄落吼兴趣啦吼。嗯，哈，我就跳堂啊走，我对另外一个堂啊跳走。嗯，但是阮查某囝都举起来啊，举起来，啊，我足艰苦诶。嗯，啊，但是隔两工，隔两工迄个。警政署是讲阮查某囝甲开门的，啊，比如讲呢，我阮查某囝伫学校内底，哦，老师啦、学生拢足袂谅解，讲伊讲好笑嘛，哦，像类似这样对家人的这个对政敌的观感打击是蛮大的。你查某囝是对一个还是这个小？一个。哦，哎，即马大汉啊啦。哈哈哈！哈，大汉是对一个，哦，即马搁较大汉啦。啊，一个。哦，恁两个查某囝是？一个。啊，一个囡仔。啊，一个囡仔。啊，即马了，你这左囝是算讲伊尾啊，即马读大学啦，伊对你的，伊细汉的时阵有受到啥物压迫啊，啥货无？人话对伊讲较，对，伊比如讲在读国中的时阵，啊，高中的时阵，啊，阮是大直啦，大直，啊，迄个所在嘛，都眷区比较多啦，啊，在那个时代戒严时代，啊，我从事六一二啦、五一九，迄阵我做社运的督导嘛，嗯，啊，民进党社会运动部的督导，啊，拢嘛咧带领这个社会运动啊、群众运动，啊，报纸逐工都咧骂，电台咧骂，啊，校拢咧骂，校长也咧骂，啊，布告栏拢大外上咧甲骂，勾结洋人安尼，啊，所以阮查某囝底下受就打击真大，到尾转行啦，好，转行所以就有一段时间相当排斥这政治，啊，小可有点仔自闭的，伊讲家己吼。诶，这是这，对你做袂谅解少，嘛唔是袂谅解啦，就讲讲个政治就歹讲，可能有很多痛苦的这个记忆。啊，即卖咧，我最近我这个选举最大的收获就是讲，这边选举哈，哎，伊请叫伊去帮忙，啊，可能碰到伊较早初中的同学哈，哈，啊，讲一路高中的同学，啊，大家团底下变做讲变做学生，阮是学生队嘛，还变参加学生队，我会变足快乐足。开朗哦，我感觉这是最大的收获。安尼，并且讲对这个原本来的这个立场哈，咧做的代志拢完全肯定。啊，过去因为有一段这个经历哦，我也无啥敢去甲伊谈政治，即下拢伊家己主动谈哈，啊，主动提出看法。嗯，我讲是，若讲这边选举的什么收获，这是一上大对我家庭最大的收获之一。不过我叫一个留言哈，啊，叫这个留言吼，我想要请你留言一下，再要继续过来跟你开讲。啊，你想要留言好啥？啊，就留言给我查某囝。留言查某来。啊，那这个伟伟，你这一次的表现帅呆了。啊，今晚这个。哈，听讲你自从顶道选完了后，你高雄你就讲安尼，即马开始拢一畏寒，是安怎？我开玩笑，离开昆虫会较寒啦，离开高处不胜寒，安尼孤单就会较寒啦。哦，是安尼原因就是。不过，但是你即个啊参选了后啦，吼，即整个选举结束了后，咱知影即个潘明敏教授已经另外去组一个即个啊建国会哈。那么啊，你这边部分就是讲你也无并无含伊对做伙，但是我知影就是讲民进党甲遮个即个较社运团体慢慢渐行渐远，这点你家己看一下喏。我是啊无参加建国会，但是我有支持建国会哈，也是因为我还有可能未来参选啦。啊，这建国会这频道就是有讲，袂让人感觉讲是一个敢当选举的一个啊组织哈，还是要为着特定。多一个人选举的一个工具安尼，所以我是感觉这是一种尊重吼。像我若入去，大家绝对讲哇，社长领往这组织要来选什么，要来做什么，所以支持啊。啊，这个社运我的看法就是讲，这个台湾应该有一个总目标，比如讲，若这种建国是一个总目标，啊，这种建立一个福利国家是一个总目标，
村内这摄影团体，伊是一个聚，一个细流啦，种支流啦。嗯。啊，就讲你做学生运动的，做环保运动的，做妇女运动的，还是做哈、哦、这个这个，比如说环保的运动的。嗯，环保运动。但是大家拢爱有一个共识，就知影讲，这個大环境若无改变，啊、嗯，种政权若无轮替，这种足困难。嗯。但每个人去做一个运动，但是伫一个总目标之下，最后一旦汇集一个干哪？巨流海洋的巨流安尼吼，安尼是一個理想啦。啊，但是嘛，就讲就各流各派吼，行老方向无同款吼，我还是变成逆流吼。是啊，但是你迄时阵你嘛就刚刚讲啊，整个总统选举的败绩哈，就是因为这個大和解啊，这個、原因来。所以面对的即嘛就是你等于开始在讲啊，恁民进党大概拢来啦吼，我要你做，甚至有人要叫你做司法院院长。嗯。啊，你看呢，民进党的面临就是国民党安尼喊话吼，安尼会规个崩起袂？大和解不是讲大和解，这个理想唔对了，而是讲伫个选举中间，你看我李登辉我表现讲足强的，足勇的，对抗中国哦，对抗这中共代理人，啊，等到民进党，比如可能表现讲啊。跟他放弃啊，跟新党的合作啦，啉咖啡啦吼，迄、嗯那个去有一宣传战，去用吼、哦、引导去一个歹一个方向。嗯，啊，我是感觉李登辉当选，伊讲我要延揽人才，即、嗯、伫李登辉立场，伫国民党的立场，我感觉是正确的，伊执政党嘛。嗯，民进党嘛，我讲那阵民进党执政，嘛是要做联合政府啊，嗯，要包容别人啊，这是正确。不过在野党，民进党输去啊。我感觉搁讲这款话，还是搁去提老师去提这款话题，予人感觉敢那我这么期待吼，入阁的心情，我看安尼都唔好。就是讲，人我咧看就是，人生就是敢那讲，柳绿花红啊吼，花朵花啊红红，啊叶啊都叶啊，真青真水，安尼世界就真水啦。所以在野党就是在野党，啊执政党就执政党。啊，在野党若有法度选赢，就变执政党去实行家己的理念。啊，若选输，就惜本分，做一个在野党，坚守家己的立场。哦，30%就30%，35%就35%。我相信3年5年会改变，政治环境会改变，别个党会分裂，还是讲会消退，安尼都有可能执政。卖家己乱脚步啦，你想家己乱脚步？在野党还佫敢那执政党？这边党会使讲我要招揽人才哦，李登辉会使讲我，你看气象一新啊，啊而且信守承诺，这是伊的，对伊来讲伊有利益啊。国民党来讲安尼是对的啊，但是咱在野党就不应该过去讲这個，在野党啊表示我这个坚持立场、监督、戒严，安尼嘛是对人民的一种贡献啊。是扮演哦这个制衡的角色，啊监督政府的角色，安尼嘛是一种戒严。那安尼我感觉规个社会政党政治都袂乱。像即马执政党、在野党要去做联合内阁，啊，要变做执政党，啊，绿色的要变红色、红色，啊，这花吼，有当时啊反而吼，这个基层的失去，啊，这内部吼会真侪这个矛盾。啊，若要安尼改变，我是认为讲爱做内部充分的辩论，嗯，这是民主政党，这是路线的改变啦，吼，执政路线的改变，应该真充分辩论才好。不过人即马人要叫你做即个司法院长，或者是讲要叫你做行政院的即个啊副院长，这代志有确实无？李登辉无来叫我咧，无来叫你。唔是李登辉的人，唔是李登辉来问我真济啊。啊，所以你也是认为讲，比如讲人有真正来找你，你有你家己的考虑先咯。我已经公开记者会我有讲啊，我绝对袂入阁。